我们现在在新店，我们今天要拍市场中的美食 EP One， 菜市场里面的神秘小美食。对，在开始之前，记得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们家旁边的市场，或是你知道哪边市场里面有美食，记得告诉我们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一间卤肉饭。今天先带大家来逛逛新店市场，那这里是我最常逛的市场。那我们要先买菜，还是要先吃东西？我们先买青菜，然后买完青菜，我们再去吃卤肉饭。今天就买青菜跟水果而已，因为我们家的肉有点爆炸。然后今天要推荐这个阿金卤肉饭呢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从小吃到大，新店人很少不知道阿金卤肉饭。对啊，真的很好吃，它就在惠国市场隔一条马路啦。哎、欸，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想知道吗？什么事情？我想尿尿。你想要尿尿？怎么办？这边没有啊，路易莎里面一定也没有。我可以冷。那就冷，可以冷。你有带橡？阿金有厕所吗？阿金有厕所吗？你有橡皮筋吗？没有啊。你就忍到阿金的时候。哎、欸，你要什么啦？什么？我要什么？你不要在菊花面前问我要什么，好不好？你要吃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你现在决定买什么？我要买火龙果。为什么？总共696。老板，那红色那么大颗，对，来一颗。不要太大。我帮你上了。我们吃不完。要不要小一点点？谢谢。然后来拿番茄。Okay. 还要拿番茄。番茄。番茄。是这样，番茄我觉得很好吃。那你给我一盒。好。还有这个。人家都自己挑，你直接买一盒。今天就是金钱。真的吗？你看大家都很认真在挑番茄。今天就是金钱。你看火龙果多少钱？那一颗你不要知道那一颗价钱会害怕。真的假的？这颗火龙果要150块，这盒番茄100块，这样感觉买番茄比较划算呢。不一样，哎、欸，火龙果那一颗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它是红的。这边是建国市场，这边是仁爱市场。那接着你要买什么？买青菜啊。你现在在买什么？买一个润饼给缇娜当午餐。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加料？缇娜爱吃红烧肉。应该可以吧。老板，肉可以再加几片，然后再加钱。加20块。要香菜吗？不要。香菜加2倍。哎，那要多少钱？今天我太晚来了，我常买的青菜摊都已经收摊了，因为那两家生意都非常非常好，都是很早就会卖完。那怎么办？你就看哪一间你心里中意，你就买哪一间。我有时候也会买这样。我们走出来了，青菜就没买到，可是因为我真的太想上厕所了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星巴克。你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市场钱包被偷？记得，我印象很深刻。跟大家讲，来菜市场不要带太多钱。我现在学聪明，我就带这样。1000块。对。你那时候被偷了多少钱啊？那时候，我记得是整个6000块吧，然后整个皮夹被拿走。对，好久以前哦。真的就是完全找不到，然后所有证件全部重办。重点是那个皮夹很喜欢。星巴克到了，因为我要上厕所。有人早上还没喝咖啡，就顺便买星巴克。对啊，尿个尿，然后还要100多块。我上完厕所了。走。你有想我吗？还好。厕所很久哎、欸。没有等人呐、啊，前面一个他厕所只有一间而已，然后我前面有2个人。他厕所只有一间。对啊，你这杯咖啡多少钱？135。你看你尿个尿付出的代价，爸傻打口罩。还领要顺便领小朋友的口罩。大人的都要订的，小朋友直接领都会有。这样多少钱？这样50啊，一定比全年便宜。哇，这样3把才50哦。一定要买了。买3把50。谢谢。谢谢。走啦。
要去吃卤肉饭，带你去走一个新店人都知道的神秘小路。而且其实阿进卤肉饭啊，附近还有一间很好吃的黑白切，超级好吃。下次再跟大家，下次再介绍。这边，我们先往菜市场里面走。Before I'm too investing, I should probably ask you, ask you all my questions. 我们已经好久没来吃阿进卤肉饭，你觉得老板还认识我们吗？应该不记得，可是我觉得他那个里面有一个外籍的，我知道，工作人员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可能会记得。应该记得。哇，现在还有这个王美强，哎，太漂亮了，好拍照。这以前没有哎。这王美强吗？哇。几岁了啦？哪边有素懒？有素懒。对啊，我等一下你要拍跟阿优那个臭东西，你看我们就跟素懒拍照。几岁了？不要啊！这个北之乡排骨也非常有名。北之乡排骨啊，再往前走一点就是阿进卤肉饭了。这间就是阿进卤肉饭。内用要排队吗？里面写单吗？好，谢谢。它的菜单很简单吧，卤肉饭有大跟小，大的40，小的30，干面40，那根类的话有加料的都60啦，没有加料的是50，它的根超好喝。它现在有菜单咧，以前没有，以前好像没菜单，以前是用讲的，对，以前直接在外面讲，现在有菜单。我跟你讲，你再过一阵子没来，他就用 iPad 点餐了。好，以前没有烫青菜，以前没有烫青菜，那点一份烫青菜30块。然后我要吃它的笋干，它笋干超好吃。那我要吃卤蛋。老胡干嘛加？要各自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，各自小菜。我今天也没吃早餐，我肚子超饿的。我们点一个小卤肉饭，好，一个吃肉羹。好，这样 OK。不要香菜，谢谢。谢谢。不要香菜那个。香菜好可怕。不要香菜，那根怎么会好喝？香菜会盖过那个根原本想要表达的含义，所以千万不能把它盖掉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千万不能放香菜。No。然后跟大家讲，来这边吃啊，一定要加这个，这个它都会放在各个的桌上，这个超好吃的。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辣萝卜。对，辣萝卜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以前吃太多啊，屁股都会热热的，真的。那我刚刚跟你说叫你拿阿金尿尿就好。阿金有喝过。对啊。对不起，130块。我是让你喝星巴克的，是嘞。菜送来了，跟各位讲，我们点错了，点成干面。其实我们要点小的卤肉饭，所以我们多了一碗干面，等下再带走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超饱。我刚才去旁边外带一个排骨饭给阿优吃，等一下去接阿优，他等一下就放学了。这一碗30块。哇，它饭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它饭是那个台湾米吼。对啊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而且它的那个酱加很多。对，真的哇，看起来就很够味。你可不可以多一点肉给我？我吃这碗啊，这碗给你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然后我跟大家讲，卤肉饭你一定要这样嚼一嚼再吃。为什么？这样才会每一口都有肉汁啊。你浪费了三个米了，掉在桌上了，先把它擦起来。这一定要这样嚼一嚼。然后跟大家讲，最重要做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事？很重要，我要加上这个。我要加多一点辣萝卜，帮我加辣萝卜。够了吗？够，可以可以。我要来一点。那个很辣哦，怕你屁股会发热哦。然后这个卤肉饭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这样扒进去，计程车司机也都这样，真正内行这样。看起来就很好吃哎！我拿镜头拿的肚子好饿哦。跟大家讲，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一直戒不掉，就是卤肉饭。真的，我都会利用早上来买菜的时间来吃卤肉饭，把吃淀粉这件事放在早上。可是到现在呢，这个习惯还是戒不掉。戒不掉，一定要早上吃卤肉饭。我其实现在淀粉吃的不多啦，可是这个我真的受不了。这就是阿金的味道。你有没有觉得每一口汁饭都每一口都有拌在一起很好吃？其实卤肉饭有两派，有人是用切的，有人是用绞肉的。那有人是觉得是用切的比较好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说看心情。像我觉得绞肉不错。那不过它的绞肉啊，我觉得是肥肉跟瘦肉是各半，然后那个酱汁真的加的非常的多，它均匀的附在
你一定白米上面。其实阿金的比较像配早饭，而且他的饭啊，其实你会觉得他煮的 Q 度什么各方面就是很刚好啊，再配上这个辣，还是白菜，辣白菜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蛮有嚼劲的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再来我要讲一下这肉羹汤嘛，这肉羹汤啊，其实啊，他在阿金啊以前是有卖一个。那你可能不知道羊菇汤，我知道那时候你带我来吃的时候，我还有那个。对，最早就是最早有一种罐头，这种高级罐头里面都是羊菇，其实它最早是有卖那个羊菇汤，现在没有。不过它肉羹我真的觉得算是用料非常的实在。这碗肉羹汤啊，就是50块啊，要加面加饭就是加10块。可是我跟各位讲啊，你很少看到就是整个这个肉羹的肉啊，有没有这种？其实非常扎实的肉羹啊，要不要吃？它的肉羹啊，就是咬起来吃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夹夹的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阿金的肉羹啊，我自己个人很喜欢，因为它吃起来不会夹夹的，很像真的的肉。嗯。然后，而且它给的那个数量不算少，一份50块，我觉得它的价格是很合理的。我每次吃完阿金都有觉得非常饱的感觉。哎，它现在有烫青菜，这份30，以后你又多一个来吃阿金的理由。因为最早前吃阿金是没有烫青菜，对，之后就有了。它的笋丝啊，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一种啊，豆腐也是非常传统的油豆腐。吃饱啦，我好饱哦，超饱的。我们总共吃了200块，还把刚才那个干面外带，非常推荐大家来吃啊。来新店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晚来，为什么？你才能吃到阿金卤肉饭啊。他每礼拜一休息哦。开到几点啊？下午2点半。不过他有时候好像会比较早收，对，所以就是你不能太晚来啊。在中午，因为他有时候卖完他就真的就没了。对，他很早就开始卖，我第一次人家带我来吃也是早上啊。对，我要跟素兰拍照，我要跟素兰拍照，素兰拍照。好，照完了，走咯。哎、欸，走了啦！我手机在这兒。走了啦，接你儿子来不及了啦。就是因为要接悠悠，所以才要跟素兰拍照。先做影片结尾。好，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都会发布影片。最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社团跟追踪台剧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 my